ソウルバースト。ミラージュガウダモン、バーストモー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魔人 Xavier 啊。咁识睇一定系睇埋最终形态噶啦，系咪先？今日要讲嘅系幻影加奥加兽。系啦，名嘅由嚟咧，其实都系由呢个英文直译啦，幻影加奥加咁样其实呢一只数码暴龙咧，就系被呢个脱字之数码合金啊嘅海格覆盖咗啊，咁啊嘅一只数码暴龙啦。咁啊，因为移动好快啊，敌人好似睇到海市蜃楼咁嘅现象啊。好啦，咁啊讲到呢度啦，佢嘅简介。咁但系问题，我哋睇翻呢个幻影加奥加嘅能力先啦。我就唔明点样幻影般嘅速度啦，系啦，因为得个127，系咪有少少问题咧？会唔会改咧？将来唔知啦。咁有朋友就话其实新嘅评价嗰个能力评价好似有少少问题喎。咁我自己咧，就解釋翻啦，其實上一次嘅可能 A B C D 嗰啲咧就會有少少問題，咁但系依家我就正正式式咁同大家講，依家我嘅評價係由級數係啦級數分別嘅，咁即係例如大家見到 S 啦，基本上係最頂級 A 嘅時候，即係有 S 即係俾佢上一級啦 ；B 嘅時候即係有兩隻怪比佢更加上一級啦；去到 C 嘅時候即係有三種嘅數碼暴龍會比佢更加高級嘅。咁样大家可能会更加明白。总之，如果系 A 嘅时候，即系佢上面仲有一个级数啦。咁如果系 B 嘅时候，咁即系佢上面有两个级数啦，就系咁解。咁而究极 V 龙兽其实就系、是大家可以咁讲，因为大家可以咁谂嗱，究极 V 龙兽佢嘅攻同埋速度基本上系暂时未有一隻，又或者图鉴里面是未有一隻可以突破的，那它就是 S 加，因为它实在太变态，那就不给 S 了，如果不是的话就没有 S 的了，没错，那就即是它是顶级之中的顶级了，那两个技能不是那个能力，是了，没错了。那现在说回了，究竟打这个幻影加奥加兽呢需要用什么的技能入关呢？其实就建议大家是大地的技能，又或者是暗的技能入关，那就会 做到一个不错的伤害了。那当然你带其他技能会很麻烦了，如果是光技能更加是完全无效，最弱的效果就是光的技能，就是这解。好，咁带乜嘢入去好呢？其实呢就有好多，我就讲唔晒啦，咁我列举几隻出嚟啦。就例如係究极 V 龙兽嘅自然技能啦，相信呢、這个大家都知㗎啦，咁但係好可能好多人都冇啦，冇辦法啦。咁我哋再讲返啦，仲有呢个係白金地替兽，咁佢都係有个自然嘅技能带入去，係做到一个唔错嘅输出，咁但係要小心啦。如果你隻白金地替兽呢係有暗嘅，唔係黐线嘅，是有光的弱点的时候呢，被他打到爆痛的，是啦，那如果你是做了光的抗性呢，那就非常之 OK。 那再来讲回古早哈兽亦都可以的噃，那但是古早哈兽亦都要注意回啦，要有光的耐性啦，如果不是就会痛到爆啦，没错。那完全体有什么建议呢？其实完全体就建议回带这个吸血魔啦，系啦，咁同埋嗰三隻，唔系同埋其余嗰两隻完全体亦都 OK 嘅，系啦。咁究竟建议呢隻幻影加奥加嘅抗性啊，究竟系如果使抗性要点样使呢？咁其实建议翻无属性嘅抗性啦，咁呢样嘢系好难使嘅，同大家讲讲先，系啦。咁但係如果你使到無屬性嘅抗性呢，佢基本上啊，如果你打幻身系嘅关系非常之正，冇错。是啦，因为幻身系嘅关就会讲真啦，如果打 boss 嘅时候佢通常都系会出返无属性嘅攻击㗎嘛，当然有例外嘅时候啦，咁关卡里面亦都有无属性嘅攻击嘅，所以如果你做到无属性嘅抗性嘅时候呢，咁就非常之唔错啦。咁但系见真系真系提点一下大家啦，好难做嘅，因为我做咗咁耐呢只是一隻做到的，還要是非常好彩做到的樣啦。其余的就会比较易啦，暗属性啦，和大地的抗性，暗的抗性和大地的抗性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好啦，那我们再讲讲它这个
能力值啦嘅评分啦，系啦嘅 HP 咧，其实去到 B 嘅啫，咁即系2436系 B。咁攻击咧 C 嘅，咁但系佢嘅魔攻咧，其实配合翻个技能系去到 S 噶吓，大家注意。速度咧就系 C 啦，咁样防御都系 C 啦，咁样佢嘅魔防系 B 啦。其实整体性呢一只系非常之强嘅一只。爆发力高的攻击重系嚟嘅，系啦，咁大家就注意一下啦，系啦，如果佢改咗嘅话，咁就危险啦，系啦，因为如果改咗佢嘅魔攻同埋技能嘅话，基本上大家要谂谂，基本上佢出得魔攻嘅话，最多系改翻，即系最高个数值啊，佢系会改翻嗰个最高最嗰、那个技能就会改翻最高嗰个数值嘅，咁大家唔使惊噶啦。如果真系有咁高攻嘅，佢嘅技能系会跟翻嘅，就唔会乱掉噶啦，系啦。咁佢嘅技能实用性系 A 啊，咁其实冇咩大不了啦。咁再讲讲啦，整体嘅实用性其实系去到 A 加啊，相当唔错嘅评价嚟嘅。咁如果做觉醒，亦都系相当唔错。大家可以睇到觉醒制作，我呢个新加嘅觉醒制作限制系低嘅。点解我会咁样呢？大家可以睇翻嗰个进化列表啦，成长期其实好多嘅。咁佢嘅觉醒限制就会做。就会成为低啦，系啦，咁啊非常之做易做嘅觉醒嘅话，系啦，冇错，好，咁我哋到下一只。好啦，咁我哋嚟到道阿兽啦。咁道阿兽嗰个名嘅由来咧，其实都系英文直译嘅道阿啦，即系乌鸦种类嘅一种啦。系啦，咁就系咁嘅由来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讲一讲佢嘅能力先。好啦，佢嘅能力咧 ，HP 系 C 减嘅。其实如果去到 C 减嘅话，大家就要知道啦。完全体都有，都系会有高过佢嘅能力，就会去到 C 减嘅，冇错啦。咁佢嘅攻击都系 C 减啦，魔攻 C 减系啦，速度 S 噶啦，咁样防御咧就 B 啦，咁样佢嘅魔防咧都系 B 嘅。咁建议进关咧，其实咧就带翻呢个大地嘅技能啦，又或者系水嘅技能嘅。咁建议佢嘅抗性咧，使抗性咧火同埋大地系啦，因为佢嘅技能系造成雷属性嘅魔法特大啊嘛。咁你就可以做火同埋大地带返相对嘅关卡，咁就非常之唔错㗎啦。咁但係要注意啦，佢嘅攻其实係相当之低㗎，冇错。咁基本上大家可以当佢係一隻有雷系单体技能嘅一隻钢铁加鲁鲁。係啦，因为佢嘅能力係非常之似钢铁加鲁鲁。基本上如果你用过钢铁加鲁鲁嘅话呢，你大概知道佢嘅性能去到边噶啦，系啦，咁技能实用性就去到 A 嘅，咁但系问题整体嘅实用性其实系 B 加啦，咁其实都大家都知噶啦，血低攻低，咁啊得翻速度同埋呢个防御力，咁究竟有咩用呢？速度同防御力，咁速度同防御力系有一个优势嘅，咁就唔系话 PVP， 其实 PVP 好多朋友都同我讲过噶啦，喂有 PVP 喎，速度应该系最好噶，咁但系未出啊嘛，咁就唔好讲住啦。咁我哋讲翻现有嘅实用性系点咧？咁当你入到去关卡嘅时候，你如果系用晒你嘅你嘅技能啦，咁打晒啦，咁你嘅 wave 就完，你嘅弯咧，你嗰弯就完咗噶啦嘛。问题是下弯有只速度更加比你快的，又差少少血先死。咁样如果人哋开，即系如果只 boss 咁啱系只 boss， 佢开技能系啦，咁佢就会秒咗你噶啦。咁而佢系得翻少少血，又或者系你一下攻击系可以秒到佢嘅。如果你有利嘅，咁你就可以用你呢个速度嘅优势嚟用一下攻击嚟爆死佢，咁佢就冇机会出攻击噶啦。佢嘅优势就系咁，依家打关嘅优势冇错。就暂时是这样啦，没错啦。那大家打道阿兽有什么要注意呢？其实带回这个究极 V 龙兽的大地技能啦，那其实大家都见过我打关其实是会用究极 V 龙兽的大地技能，基本上是不需要觉醒，有队长技的话就可以硬爆硬爆过去的，因为下下都可以秒到的，那打超上级都不是问题，那打上级更加不是问题啦。
咁而鋼鐵加魯魯咧有水屬性嘅攻擊，又或者無屬性嘅攻擊都可以帶入關。咁如果你有無屬性嘅攻擊咧，你係可以打埋 boss 嘅。咁如果你有水屬性嘅攻擊咧，你係可以打到小怪啦。但係問題打王咧就超上級就 sorry 啦，就打唔入嘅。咁如果打上級咧，係可以做到一個非常之唔錯嘅輸出啦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咁就仲有可以帶科學怪獸啦，因為佢自身帶咗呢個電嘅技能啊嘛。咁啊入到嗰關係非常之唔錯啦。咁如果係鋼鐵海龍獸亦都 OK 喎，因為佢係有水嘅技能，正正可以打出有利嘅傷害啦。咁如果係白金鼻涕獸又點樣呢？白金鼻涕獸佢都有電嘅技能嘅，都可以打出唔錯嘅傷害啦。咁如果係呢隻小丑王，小丑王佢係一個無屬性嘅攻擊啦，亦都可以打超上級。冇錯啦，超上級嘅時候係可以打到八字，加上佢嘅攻擊 hit 數係會有利佢爆擊，咁即係意味住佢攻擊佢嘅技能可以出多一點啦。咁再講黃金劍師，黃金劍師其實速度就比佢低嘅啦，咁但係問題咧，佢係可以做出一個唔錯嘅輸出啦，因為大地嘅技能。咁完全睇就大家自己睇啦，係啦。好啦，咁嚟到呢度啦，我哋講一講佢嗰、那個。觉醒限制，觉醒制作的限制啊，其实中度啦。咁点解咁讲咧？其实大家都见到啦，佢成长期就只有唔系好多啦，但系亦都唔系少啦。所以佢嘅觉醒制作限制其实系去到中啦。咁但系建唔建议做咧？其实我就觉得，如果系真系好似钢铁加露露咁，我用过啊嘛，钢铁加露露系真系。弱少少嘅佢嘅攻擊，基本上我做咗加四有銀盾啊，都唔過五千啊，佢嘅攻擊啊，咁所以如果你要做嘅話咧，你就真係要諗諗啦。如果加四嘅話，當然加三唔係問題啦，係啦，咁我講咗啦，加三唔係問題，點解咧？咁其實加三唔係問題，你因為可以加四嗰陣時中途轉向，係啦，轉個其他都得嘅。咁如果你話做加一加二咧，其實你就要預翻佢係冇乜攻擊力噶啦，係啦，冇錯啦。咁可以做一個終點站嘅，即係你打呢只杜亞獸可以做當係肥料啦。咁你話用唔用得咧？當然用得啦，你冇夠極體嘅時候。咁但係問題佢唔係話一個最適合闖關嘅夠極體咯，係啦。咁啊呢個係我俾佢嘅評價啦。咁大家可能見到啱打嘅舊極體冇，唔係話長拉咯，其實咧就不能進錄嘅，咁因為有好多嘅舊極體或者完全體都啱打，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呢一批就最啱打噶啦，冇錯啦，咁就唔使話太緊張話。不過其實我嗰隻啱打喎，點解你唔講出嚟咧？就係咁啦，係啦，咁今日杜亞獸同埋呢個幻影加奧格講到呢度，多謝曬大家，拜拜。如果看完这段短片是喜欢的话，可以 share 出去。如果想得到更多新 game 的资讯，可以订阅我的 channel， 多谢了。